去两小时山区暴雨，冲走了十五年的家。清晨五点的车祸，带走了早起工作的妻子。意外受伤的丈夫正要开始漫长的复健。没有早知道，但我们早一步做到。中国信托早一步为客户备妥意外资金需求，一通电话为您守护。We are family。Tony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Tony 在全程只用了一只手机。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本节目由中国信托与 HTC 联合赞助播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念真，欢迎收听新故乡动员令。新故乡动员令，今天我们来到了盐水，台南盐水。盐水这两个字其实早先我们常常念错，比如我常常念错被骂，他说盐水，那其实后来盐水人跟我讲说你黑白读叫做盐水的。那盐水其实是一个台湾非常古老的城镇，如果翻开它的历史来看，它其实它曾经风华繁盛过，但是因为后来经过很多历史的变迁，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请今天的贵宾跟我们好好说明一下啦。那到最近几年，因为透过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动机开始，那也许是很单纯，他只是想让他的故乡的历史文化让别人认识，然后从他开始呢，慢慢有公部门看到他的成绩之后呢，也介入了，所以让盐水这个地方的整个文化活动有另外一种面貌出现。那当然这东西除了个人之外，也有包含了非常多盐水在外的子弟们他们那种同心协力啊所完成的。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贵宾是叶金文史发展协会。叶金其实叶金这等一下请贵宾说明一下。叶金其实跟盐水其实是有关系的。叶金是一个港的名字嘛，台湾他都叫金嘛，对你都叫做我金啦，我叫金，我专家都说你叫做我金啊，我说不是，因为有金金卫数都叫做金金米手，不然叫做金米手，后来都叫做我金啦。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是叶金文理发展协会的秘书长齁林明坤先生齁，林明坤你好齁。你好，大家好。拍摄今天有你对哈林的说的还敢去说大家家大家问这个说在淡水。有敢敢敢无敢去安尼啦齁。所以你是在地淡水人嘛。出世的淡水人。出世的淡水人嘛齁。你当用你的，因为咱年纪差不多啦齁。拢跟这个年纪来拢有加些回忆啦齁。你当用你的回忆的观点齁来讲淡水这个所在的历史的大概嘛。其实用回忆的来讲也不好讲，其实要用历史的角度来讲。OK, 对。台湾就是较早讲四个城市齁，一户二落三万加四月丁嘛齁。啊，可以北部看起来真落后嘞，北部得一个尔嘞齁。其实这是较早的港口，啊，月丁齁，月丁丁就是渡口。对。啊，这个渡口亲像月亮，啊，所以这个渡口叫做月丁齁。啊，其实到尾我了解讲，这个名就是对大陆来，因为台湾兼具这所在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啦。啊，大陆漳州的人来到兼具这所在，伊甲漳州遐摆的信仰拢全部拢移过来所在。漳州一个港口叫做月丁，一个小港口，所以来到兼具甲兼具这所在嘛，甲号做月丁。移民的历史点啊，安尼吼，像我西班牙人移的美国去，就美国遐一寡名拢是西班牙人的名，就用德国用德国的安尼嘛。啊，所以各位发现就讲，兼具每一间庙的内底，拢写月丁，月丁妈祖庙、月丁母庙、月丁啥物货，所以这是一个
移民的城市。嗯，啊，较早伊是一个渡风来海一个港口。嗯，台湾海峡会当，海水会当一级半。嗯，啊，所以每日吼。一波时的时阵，若看到台湾海峡的水安尼滚滚落来，你就知影这个港口是偌远望的，知影？那就金水银水安尼样。涨潮，哎，涨潮也是吧？迄是较早的时代。啊，听讲以后嘛是会再变成这个时代啦。听讲以后啦，温室效应啊，海水面都提高，都提高。那个时阵有 BI 哦。所以这个城市，因为我本来是读农的啦，到外围读历史哈，所以。我是在做这个根据这个城市的社区营造嘛，啊，所以我爱知影这个城市的历史，嗯，系啊，将来即阵安怎，将来要变成安怎，迄是阮决定文书发展协会想要做的工课。OK， 啊，所以根据当初是真兴盛嘛，吼，啊，不然呢，慢慢来没落成啦。港口跟港口遗址有关系无，还是其他原因？较早兴盛就是参荷兰有关系嘛，荷兰就是讲这个国家，伊这个团体就是伊唔是国家，伊是个生意团队吧。嗯，啊，伊要把台湾变成生产蔗糖的所在，因为澳洲咧啉咖啡。一定爱用的糖，啊，伊眼光真好，台湾这个土地阳光遐尼好，土地遐尼好，是安怎唔来插甘蔗？啊，所以无牛就进口牛，吼，台湾本来就无牛啊，进口牛之外，啊，无人工就用大量的外籍劳工，迄阵叫做汉人嘛，吼，啊来插甘蔗，啊，把甘蔗变成糖，啊，糖运过澳洲，吼，大家啉咖啡嘛，到后来，这汉人了，伊就伊每当本来每当拢爱在甘蔗炒了拢爱炖的，但是因认为经过乌水沟是太危险，因就想办法要留到台湾，啊，就让台湾人变波做个少，啊，所以慢慢啦，拢转到台湾这个所在，所以其实进台湾系统。听讲偏颇做的系统是占70%以上。阮拢有啦，系啦，阮拢依然偏颇啊，拢有偏颇做的系统，系啦。啊，所以这个港口就是因为蔗糖的关系，因为较早无桥，所以以北江溪到三门溪，这做出来糖一定爱来运来到咸，用车辆运来到咸水这小港口，啊，小港口它出去到安平也好啦，鹿港也好啦。安尼较出去澳洲迄所在，所以这个城市当然是变成一个真闹热的城市啦。看，我调查下较早酒家是有够多。有影看酒家戏台有，就知影这个所在有兴旺啊，无兴旺啊。啊，到尾没落，慢慢没落去，甚至伊的地位和真侪人讲话叫新港、新娘期待哈，这个原因是安怎？就是日本的，那是日本的关系啦，因为。因为日本若要用着台湾这个城市的话，哈，因为愈一个河川愈上游的时阵，伊个做的桥就愈短，就是经费会当愈省，哈，因为日本你知影，伊要接台湾的时候嘛，惊你敢不知？伊就想讲要卖予法国的啊，到尾伊一寡经费无够的时阵，所以伊怎啊用到新娘，迄个经过集资开的。经费较少，所以拢讲骗讲是咸水的一挂士绅哈，无爱防破坏地理风水啦，拢牵拖，因为事实论文看起来就是讲，就是经费迂宽啦，政府拢安尼啦，对啦，政府拢会找一个理由吼，讲苦民所苦啦，讲老百姓安怎，所以阮只好安怎安尼啦。啊，来用着新的一个城市出来，哎嘛是会使啦。所以等你细汉的时候哦，当然你可能较无机会去拄到迄个最上繁盛的时阵嘛，哈。所以你细汉的时候，印象中咸水是什么款？我细汉就是住农村嘛，农村就是做穑嘛，我出世就足骨力嘛，所以我迄阵唔爱读册就是咧，我上过骨力，阮老爸是咧做焊枪的生意。焊竹签，焊竹签我知啊。每一个港口拢有焊签市哈，阮老爸是焊签市的市长，所以我做古代，阮全部行拢进焊竹，我古代所以读册拢作业拢无写就对啊，所以到尾愈读愈册了，你知啊？特当补考英文，特当补考数学，开始也足忝的，你知啊？所以我到尾同我去读农校嘛，到尾是讲。入去糖厂上班了后，
我讲，哎，龙华毕业，腾霄上班，哎，我感觉嗯，是安怎？我不爱来读历史咧，好、嗯哦，我都爱去读现代历史哈、嗯。啊，现代历史毕业过来当，哎，是讲你驾腾读了，这买去驾腾公司读，去个腾霄石头路了，有无？哈，经过甲去读大学，这经偌久？五当嘛。啊，你为什么现在忽然间想讲我不要读历史？嗯，我有经过普通考试，啊，他这边去考无过者，因为阮读龙校的时阵无历史，啊，所以本国史地，考得较歹，差一滴滴啊，所以我想讲，啊，我一定要读历史嘿。哦，你嘛想法伤严重，啊，你普考考历史考无过，迄条过买一本参考书读读就好，你搁去读大学，我咧加忝的。啊，但是。嘛未歹啦，像我先啦，我读书应该。啊，读历史下了，啊，对台湾的历史较有兴趣。啊，当然就是到阮咸水镇迄阵吼，争取一个文建会的社区运动吼，就讲迄一单要办一个活动。啊，这活动是文建会主办的，啊，文化艺术的这边，哎呦，伊文建会讲，你一定咸水一定要一个文书工作室。啊，所以。咸水镇公所讲，你读历史的哈、拜托你先留一个月。是你主，伊来主动去找你。伊来主动找我。啊，未歹啊，伊讲知影这个人真骨力，骨读历史，物件教好你较有信心。阮家迄一档的活动办了有够水的，因为这个城市较早的人真，较早经济真好，留真济老相片。啊，若阮无先留这個工作室的话，这相片到尾可能拢总无的，烧掉的人过身就烧掉的。啊，阮。我收的真济老相片，包括酒家的，包括夜店的，吼、哦，真济。所以阮办就这活动，阮就先出一本老相片的册，慢慢知影讲，政府开始就注重文化资产，哈、啊，到尾啊，阮从啊，既然成立吧，咱就做较好诶，吼、哦，咱用老委会的人。来遮上班，啊，甲训练伊个样做导览员，啊，甲咸水的文化资产哦，因为我认为讲台湾是有文化的，荷兰人来啦，电信工来啊，清朝人，清朝的人来啊，日本人来，应该有甲台湾变成一个文化的一个所在。啊，我所以甲咸水这地区内底一挂文化资产吼，包括叫人老街啦，包括八角楼啦，包括。风炮的武庙啦，包括大将庙啦，啊，我那阵啊做一条文学报，就叫台湾史咯。我这咱面，咱用较侪时间来讨论台湾史咯，这个物件啦，吼，也真重点吼。对我意思是讲，你可能真正嘛，即马真侪人有心嘛，吼，比如讲对因的故乡想要创啊，要创啊，吼，当然真侪人嘛，对文史工作室做起步嘛，吼，像全台湾文史工作室做侪嘛，吼。啊，当初是因为公部门去找你嘛，伊读历史的对无，吼。啊，个怎叫拜托你去成，都希望你也当成立一个文史工作室嘛，哈、嗯。但是上重要是讲，你当初在成立文史工作室的时候，头壳内底有真清楚的概念，讲我要对大开始做，还是讲一群人开始决定讲我要对大开始做？为什么？我原来问就是讲，你也要对迄个像古相片、像古的所在先整理出来，这真重要啦，啊、哦。为什么？咱读历史拢去读册内底历史，拢无去关心生活，其实生活才是。历史本身一个上趣味的代志，我记一个例啦，我前几天去嘉县拍片，啊去一间面店啊食饭中昼，我无咧看菜单啦，因为我起啊开始看一壁一堆古早的照相片，你啊第一遍知影讲哈，嘉县的国民学校是日本时代成立的，嘛是伫日本占领啊台湾超三四年了成立，但是在进前有外国人就写过嘉县这个所在。哦，啊，连外国人迄篇文章也能够翻译个出来，啊，甲嘉县国校对日本时代甲即卖加一毕业照，安尼创作，你就知影那衫也无同款，那衫也无同款，看着真感动是安怎呢？哇，日本时代我老实讲，无论制服啦，学校起厝的方式拢比即卖较水，较水，靠水准，有因的有因的味啦，无像即卖乱糟糟，即卖看了囡仔，即讲上济啦，啊，讲下去，讲下去，不是，我的意思是讲对。一个文史工作室也要对先整理旧的资产，含着旧的相片，含着旧的生活，这真重要。下代你啊，写字写写安尼，一看伊袂爱看啦。你也看讲啊，咱祖先应该是伫这个所在安尼来的，啊，应该生活方式是啥物件，迄、那个感情会出来。比如讲阿嬷甲你讲，你古早时阵安怎安怎，你听懵听。阿嬷变一张照相片是啥？伊少年时参阿公。
伫动物园啊，都要翕个相，停在遐你看一下，知讲啊，阿嬷原来伊个人生伊嘛捌少年过，你规伊个人生你就丰富起来嘛吼，甲、一个故乡同款，我知影伊过去就讲爱今嘛嘛吼，啊我讲这意思是讲，当初你成立文书工作室的时阵，都开始的动机，也是讲步骤步骤啊吼，迄个一步一步要怎做，你有家己的计划过？应该有，因为我对我虽然读历史，但是我对人。文学的故事吼，拢较了解，所以我收到相片的时阵，我看到真侪艺团的相片吼、啊，每一个艺团拢有伊的故事啦，伊可能就因爸爸吃鸦片嘛，旧年卖姐姐，今年卖妹妹啊，但是迄相片我发现到的时阵，人家讲迄就是姊妹啊，我咧。这故事的，但我联想到，这有一个故事存在。啊，是安怎？兼职有一个姓本的人，伊为着爱翕相片，啊，开遐济，甲土地拢卖了了，啊来翕这艺团相片出来。啊，因为伊嘛是爱占酒家啦，啊，所以附带条件，伊就是讲，伊留遮济文化资产伫个。对啊，以前在人伊读记，本来就我要记录遮个人，所以我只好去占酒家，因为较有感情，较要我翕啊，对无？因为古早翕相片，即马手机啊摕出来摄落去啊，对无？啊，当规部你知毋知？对，无翕。啊，所以我到尾啊，做文书工作了，啊，有一条老街叫桥南老街嘛，啊，桥南老街。因社区的人讲，文书工作室是毋是当去啊，甲营造出来安尼，啊，阮就去加入，啊，租两间店，啊，租金有够俗，啊，因社区的理事长啦，啊，拢出来斗下手，啊，我这开咖啡店是用啥物来表现，你敢知啊？因为我开咖啡店的，在整理的时阵，迄种的厝就是清朝时代留落来的屋，好，咱即马稍等下吼，咱即马。一段节目吼，希望你来较详细讲这条街啊特色啦。啊，再为什么开始你要？伊基本是步数嘛吼。啊，为什么想讲要去开咖啡厅？对这开始，对下阶段对这开始讲的，好不？